弟子读一下在网上看到其他同修发的师父关于走路的开示，就是说每天一个人最好要走25分钟，走路可以走掉10种毛病，而且可以增加7年的寿命。可以走掉哪10种毛病呢？第一，可以走掉脂肪肝；第二，可以治你的关节炎；第三，可以治你的肥胖；第四，可以去除你的高血脂；第五，可以去除你的高血压；第六，可以去除你的心血管病；第七，可以防治癌症；第八，可以走掉糖尿病；第九，可以走掉你的骨质疏松；第十，可以治失眠。感恩师傅。是啊，就是这样。嗯，走路，我问你，走了累的话，你往床上一躺的话，你还会想吗？马上就呼呼睡着了吧？不是治失眠吗？嗯，对不对啊？嗯，肝脏怎么都靠运动的呀？生命在运动呀，心脏啊，心血管系统都是靠运动的呀。你什么路都不走，嗯，什么运动都不动的话，那你还活得了呢？活动活动嘛，嗯，活着就要动呀。你不动还活得了啦？嗯，是的。